大家好，来分享一下我陈国翰这个死胖子。死胖子上阵之后，我的跨服竞技场表现如何啊？好，首先是这个18公分哦，两队1000万的战力。因为原本我要打的时候换了角色啦，原本不是他。好，那么阵容的话，一队目前还是没有做修正。那二队的话，我用胖子来顶替已经过时很久的噩梦吉斯哦。那效果还不错。好，这个时候我的这个奥义没有调好，所以我的这个排书没有开这个六门大招。不过我下一场之后，我就把排书奥义调好了。原本在做一个调整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他的，应该说拿下来之后忘了装回去。崩毁枪六门的紫苑，好，我的排除第一个回合蒸发。好，不过这个时候我的女太应该已经是这个第二个回合暴气，所以等一下看一下第二个回合的输出表现。基本上我觉得搞不好连第二个大都开不出来，因为第二大我们就把人给喷掉了。有吗？暴气吗？有，紫苑上阵也暴气。然后女太也暴气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一队的一波流已经变成第二个回合爆发，已经不是一波流了。好，炸一发，1000万，再炸一发，蒸发，包括他的超纳都已经触发免死，看有没有机会收掉。啊，没有了。我家狗粮是没有六门的，那就没有什么破坏力啊。基本上我前排的拉尔夫是可以站住的。700万，再加200多万，大概是1000万，再加一个崩毁枪600万，再加一个自己的两段大400万，打2000万伤害，直接四个大招打2000万伤害。好，女太应该不甘示弱，炸一发，1300，输紫苑一点。好，不过对面也是四发紫苑的大招，但是刚好打在了，哦，没有三发而已，拉夫身上，但是拉夫的血条没有做什么太大的下滑。好，二队上阵，这个走一波了吧，一波熊熊熊，开场大，六个大。K 没有六门，不过一把武器的输出也算是相当高了。哇，连女胎都没六门啊！
哎，没事，老死了。哇，这紫苑是鬼啊！我靠，这紫苑是鬼啊！好，带走噩梦。哇，这紫苑原户真他妈太香甜了吧！再杀一只，香甜可口紫苑原户，重点是超级便宜哦，便宜到根本像白嫖的一样。重点五星，五星紫苑香美滋滋。好，库拉召唤这个罗拔。全体 24% 暴击率的加持，然后我们的胶虽然攻击力低了，但是也还 OK。 好，瞬间伤级伤人100，损己1000。好，狗粮一个反打就把 K 给收掉了。这是为什么我不想拿 K 的原因哦，因为在现在狗粮这么强势的情况下，拿 K 真的是没有意义哦，一被反就打就没血啦、啊。那我拿这张 K， 难道只为了丢一张大一次大招吗？哇，陈国汉打了将近1000万哦。好，下一场的话，战国科P这位也是。很强哦，经常在中师组或者是大师三会看到他。好，一队的话，狗粮应该是六门了，然后二队1364万的战力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狗粮是不是六门了。如果是六门的话，基本上靠着他紫苑跟狗粮六门，就可以让我的一队陷入困境哦。是。好，打在我超那免死触发。哇，还好是 SMAX 大神哦，不是 SMAX 魂哦，这个魂打下去就没了。没死，很好，残血挺住这个回合，超难。哇，紫苑原户美滋滋890万，而这是上阵后的紫苑。啊，吉斯在这边应该会影响我的女太第二发大招。哇，2900万，快3000万。好，超难大奶妈，把刚刚我们被狗粮反的血都补回来。好，收掉牌书，没有问题。
哇哦，900万，700万，哇，打到覆巢魂了，后排瞬间没有，女太瞬间被扣怒，啊，还有我的超娜自己会这个免疫降怒啊，不是免疫降怒，是被降怒之后再补怒啊，跟免疫降怒差不多意思。好，在他的主力队上来了，跟我换阵前的阵容蛮像的，但是少了狗粮，因为狗粮放在第一队了。现在霸王圆护蛮夯的哦，以前只有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什么人在用，以前只有我在用而已，就是我在为了要让包子开场大，那个时候很快就弄了一个霸王圆护出来。那现在越来越多人在用了，但是我就自己认为说霸王圆护已经，因为现在有四五支持圆护啊，当然如果你白嫖拿霸王圆护是可以，但是因为像有四五支持了，你没有必要再去花钻拿14的啦。土豪无事，想拿就拿。好，加到最高光哦，代表他没有在防冰库哦。刷一波，2000多万，的确比之前低不少，因为我们攻击力是真的调降了7万多，真的是不少的数字。但是这个阵容更能够可以打现在的版本的战局啦，所以没办法，我们只能够把加的攻击力牺牲掉了。因为如果交多活一个回合，就多留两个，就多丢两个大招，那等于说你生存力其实比你的瞬间爆发力来的相对好像来的更重要。因为如果交很快两个回合被收掉，其实你输出再高都打不出来。然后陈国汉现在是直接克两只哦，第一只叫冰库，第二只叫女太哦。因为现在女太也会瞄准冰，瞄准我的陈国汉打。完全不受影响，胖子无敌呀！那果然那么胖是有用处的，不是站得好看啊。好，虽然我的胶没有满怒，不过应该也够了啦。好，陈国汉应该要死了。超娜，哦，不用超娜，陈国汉死了，攻守转换。所以现在他的阵容是没有被超娜补血的，所以血量算是偏低的。因为毕竟他刚刚刷了我的狗粮嘛，有没有？哦，输出超烂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输出现在真的是超烂，不过够了啦，他当一张签字卡已经完全足够。
啊，最后残血的我们就不看了。好，最后一场的话是先手比我高的玩家啊，先手比我高哦。来看一下160230，而且两队的阵容都很强，而且还有拿一样有拿这个陈国汉，只是应该是没有还没有练上来哦，还没有练上来。那我记得一队的话，对，1234六门，1234超纳紫苑狗粮跟女太六门哦，所以我们要赢的话，其实难度很高，而且他先手比我高。这位是长期站在中师组的玩家，所以我们的。我们突然没有声音了耶，好可怕、啊！这个现在游戏团播一播都突然没声音哎。好，不过算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，对他先手打我们的伤害如何吧。好，拉夫撑住了。这场我记得也是打的算是苦战啊，苦战打到最后一刻哦。我说第一队啦，因为第一队赢了之后，第二队我记得第二队赢的是轻松的，只是第一队的话打起来要赢的几率其实不是，就是没有到很高。好，红丸补怒。哇，我觉得现在这个伺服器做越来越优秀了，这个图案。游戏玩一玩都突然没声音哎！我跟你讲，不是我调的、啊，各位看一下上面那个音量哦，不是我调的，它一直都有声音，只是它就突然游戏玩一玩就没声音了。越来越优秀了，这个代理商。好，女太第一个回合收掉，所以这场也是一个关键啦，因为女太如果没有收掉的话，等一下就要爆发了。不过狗粮六门依然是一个难关哦，坦在前面我们还是很难突破。好，不过对他来说，我的拉尔夫其实也是，只要他的狗粮不要去打我的拉尔夫，基本上他的紫苑要打倒我的拉尔夫也是难度很高的。但拉夫只能坦啊，不像这个六门狗粮攻守兼备啊。好，炸一发，再炸一发。现在应该打掉了两次免死了吗？三次吧。好，估计应该也是快没血了。这个狗粮，那被女太六门打到，还会影响他的。治愈能力哦，所以实在是差蛮多的。好，紫苑用户触发之后把及时打掉，然后我的紫苑本体满怒。好，再秀一波女太。好，应该是没有免死了，这条血打完应该差不多了、哦。好，女太应该可以收掉吗？哦，还有一条。好，收掉可以。好，在二队上来了，但他二队现在战力并不是非常高，靠一只这个冰库，然后还有六门的 K， 还有六门的胶哦。但是各位啊、哦，我的二队现在已经不怕冰库了，等一下上来各位看就知道。所以瞬间废了他一张主力卡。好，六门的 K 哦，马上开，应该是他开了六门 K， 所以没办法来有资源去养这个马上到来的陈国汉哦。
幽门科技的确论输出上来说是很爆炸，没错，很多人也推荐我拿，因为我先手高，但是我只能说现在不是走一个先手爆炸高的输出的时代了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的交攻击率堆到80万，我直接两个大毁天灭地就结束了，我不需要搞这么多角色哦。好，瞬间刷两个大，倒了一片，然后你看他主力也被我的兵库直接冻住哦。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回合就已经分出胜负了。好，即使兵库回来了也已经没有作用，为什么？因为看就知道第一个回合胖子免疫负面，所以无效。好，动了我一个包子，其实基本上没有影响，因为包子就是一张过期的卡，他站在这边只是为了让交凑一个攻卡的位置。那如果有输出就加减打，没有输出就早早去死，也完全没有对战局有什么影响。好，六门交来了，好，刷两个大。有没有？我现在阵容整个弹度强很多、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大宇宙现在红色的全部都丢给了前排哦，所以我前排变硬非常多，然后我的胶也已经可以受到陈国汉的保护哦，所以影响还是非常大的。然后你看 K， 好，虽然没有冰道，但是这个回合也差不多了、哦。如果他有冰道的话，你看他基本上就是冰棒一整场哦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要拿 K 哦。因为他的确，他如果在之前的版本拿 K 攻守转换，他如果在之前的版本拿 K， 你看 K 根本没丢到大招就挂了。之前的版本啊，像紫苑那个时候排书那个时候出这张 K 真的是强到爆炸。那个时候拉尔夫紫苑排书嘛，三个开场大，如果再有这个 K， 那个时代是强到爆。但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你狗粮四条免死，然后冰库的盾，然后各种复活，你就算把我一条血喷掉，又能改变什么？所以我不太喜欢拿，我不想要拿它，就是这个原因哦。好，那我们无损的情况下打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哦，主要是给你们看我的陈国汉上阵之后的跨服竞技场是长怎么样子。不过我认为提升上还是有的，但是一队还是必须得赢，还是必须得赢，否则二队还是很难做一个，很难做一个，就是。会很吃亏啦。好，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下集再见，拜拜。